哎，哎，倩倩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这没事嘛，我出来转转。进来玩。我就不去了吧，我这不好长时间没回来了吗？哦。我想着去村里边转转，要不咱一块儿？那行，那你等我拿件衣服。啊，那好，行，好，好。红哥，你这次回来打算待多久啊？我看情况吧。哎，红哥，你看，这也算我们的母校。哎，是啊，这时间过得太快了。对呀，一晃20年了。哎，是啊，其实想想也挺怀念咱们小的时候，子明我们几个一起多开心呀，无忧无虑的。对，是。哎，倩倩，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？啊，这个。当时我记得有一次啊，子明我们几个在这抓鱼，你帮我们提着鱼桶，然后你一个不小心，结果把鱼全打了。是，当时子明他们都走了，只有你当时留下来陪着我。哎，是啊。我记得这边当时是一个大坝。啊，是。经常从上面跳下来洗澡。哎，那时候不是小吗？倩倩，你这次回来准备待多久啊？家里的事忙完就可以走了啊！哎，红哥，我记得小时候你很喜欢给我们几个唱歌听呀。哎，是。你现在还经常唱歌吗？其实这么多年以来，我一直都很喜欢音乐，但是再也唱不出来小时候那种味道了，那种无忧无虑。是啊，现在还能来一首吗？哎。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？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？在街角的咖啡店，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。其实这次回来也比较匆忙，然后。不是，你慢着，你慢着，子明。哎，红哥也在、啊。咋回事？外婆不舒服了，摔倒了，你赶快回去一趟。啊，摔，那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好好好，走走走。